是否昨天你有买冰箱？刚好听到不一样。非常满意，干嘛的？才冲，才冲，你都要拍啊 ？OK， 够了啦。好，我来给你看我的一脸。我今天早上我要扫那个叶子，太长了，在地上，然后又下雨哦。我钻进去扫扫扫，那个水就一直滴我的头，你知道吗？全部给它拿来绑辫子。哎，你看，你好笑，你看，你来这边拍，那好笑，你看，你钻进去，那好笑，你看，那好笑哦。哎呀，我要扫那个叶子，我都不能扫哦，要虚我了你。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快点啦，回去煮我，热死了。来，我今天要煮什么？一面公薄一敏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阿弟的朋友每天讲，哎，莫再炒米粉啦，炒第啲嘢俾我哋睇下啦，第啲粉啦，我就爱炒咩粉，个个都识炒噶嘛。你谂下有咩特别嘅？阿弟想想想，要公薄炒一面，你知噶啦，公薄炒鸡丁啊，公薄炒鱿鱼啦，公薄炒索冬啦。做咩唔系攞嚟炒伊面咧？所以阿啲谂下，攞嚟炒伊面嗰日我炒咗，跟住系咪我新抱讲哦？我第一次吃哦，我没有看过这个，我就是外面没有的 ，restaurant 是没有的。哇，很好吃哦，没有想到放进来伊面，阿啲拿伊面给你们看啫。哎呀，阿啲这什么鬼面都有啊？为什么呢嘛？因为这次哦，全部小孩子在家做工啊。然后啊，变成安迪每天下午都有煮，所以安迪下午是没有煮饭的，下午多数是炒粉啊、滚汤啊，或者是吃粥啊、普通白粥啊。跟大家讲啊，讲都讲不完啊，弟弟。来，伊敏有的买的哈，也有幼也有粗，还有一种更幼的，不要啊，不要买那种很粗的，有一个很粗很大条的那个不要。啊，安迪要跟你们讲清楚一下啊，今天安迪炒的呢是普通的伊敏一粒大粒的，这个是很粗的伊面来的。然后还有一种是很幼的，不要你就买那个中的啊。So， 公婆炒薏米，你知道了，公婆一定要辣椒干的啦。辣椒干呢，你可以放十条，五条到十条你喜欢，但是安迪不敢放太多，因为这一个辣椒，你说辣椒干很辣的哈。然后一条红辣椒是给它点最漂亮的，没有红辣椒就算了。然后姜切片要多少？哎呀，大概一姜啦。OK， 蒜米三粒切片。蒜米也是你们喜欢的啊，要省就放少点哦，要好吃就放多点哦。有时候蒜米很便宜，安迪就买到一大包的时候就放多多 ，OK。然后葱呢，它的头呢不要炒哦，它很硬吗？安迪拿来爆香，拍它的头，葱很多我才知道。OK， 炒这个宫保薏米呢，一定要有猪肉和虾才好吃，没有虾就缩冻。安迪我有虾有缩冻放，安迪我还有鱼圆，我还有鱼饼。喜欢你放 ，OK。然后阿弟没有说动，阿弟用这个鱿鱼。然后阿弟跟你们讲过了啊，这个材料你一定要准备的高汤，阿哥会放给你们看。阿弟有做一个高汤的视频，就在这一个里面啊，改天都是会一直用到的哈。然后阿弟把它包一刀哦，然后把它分成这样半盒半盒这样装住。你放结冰是不是？我要用到的话，我就没有结冰咯。好像我刚刚煮好的话，我就拿一两盒放在冷藏咯，然后还有两盒我就放去冰冻，可以收到整个月都没有问题的。OK， 很简单，要准备的糖啦、盐啦、胡椒粉啦、黑酱油啦、蚝油一点点啦、酱油啦。OK， 哎呦，一定要啦，佐蚝鱼、佐口鱼。做好鱼啊，你们呢、啊、要买啊，做么呢？安迪会叫你们炒福建面啊。口鱼粉来的。粉来的，它哦 ，online 很多品牌的，你买哪一个品牌都可以。安迪那天是在 online 买，但是呢，药材店啊、杂货店啊都会有卖的，你问他们都会有卖。安迪有看到，因为现在的药材店他们有卖一点点杂货，他们有卖的现在。然后一定要的是猪油，安迪叫你们炒过了，你们可以做。一斤肉半斤肉，你们放去鞋柜半个月都没有问题。安迪用过三个月都还是没霉。看那个渣，什么猪油渣？猪油渣。然后呢，有人问安迪，哎，没有分开来啊 ？OK， 安迪试了啦。如果你炸到够干啊，你放在一起没有问题的。记住，炸的时候炸到最后的时候要看到没有泡啊，完全没有泡，它才会脆。还有泡，它不会脆，因为里面还有水。嗯、啊，
听到吗？安迪为什么有分开来的嘛？这个是新炸的，到时候安迪也是倒下去的。你看没有留了，猪油剩下一点点要炸了。OK， 现在开始。安迪每次都叫你们啊，改天安迪不再讲了啦。这一个大家都会有的，生的肉啊，鱼啊，虾啊，速冻啊，如果鱼盐鱼饼啊，这些鱿鱼啊，全部是不用腌制的哈。你看安迪一定放一汤匙的蚝油、胡椒粉。OK， 搅。安迪喜欢用手。OK， 搅了，放一点的油。吃的油啊，1 teaspoon， 然后放 1 teaspoon 的一束薯粉，所以那个肉哦，它会裹住它的汁，然后你吃的时候它又有味道，又滑滑，这个每一个老手的都知道的啊。来，水是滚的哈，那、啊、这种意面大力的哈。不是那种小小粒幼幼的，不要买那种，那个太幼了，让你们炒得太软。安迪放两粒，一分钟。安迪做准给你们了啊，没有啊，安迪自己煮啊，阿嘎阿嘎，然后又我就想到阿嘎阿嘎哦，这个很难啊，因为你们会煮得太软，等一下。这一面不小心就软了。嗯，不，现在水很滚了，很大火，不要一分钟啊，算三十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搞定。哎，三十啊！刚才因为讲话扣了十。一烫了，马上过冷盒。哦，一米哦，那我还在的。马上冲冷水哦，不然那个因为还烧啊，所以它会一直煮下去，它会软的。锅浪火啊，干弟，哎呀，给我啊！但是一些人喜欢吃硬硬的哦，我喜欢吃硬硬的，安哥喜欢吃软软的。起锅烧油，安弟，我没有猪油怎么办？你看安弟的猪油都不够啊，安弟要三大匙的猪油都没有啊，这边才两大匙，普通油啊，我要量准。四大匙，所以我每一次用大概四大匙。OK， 然后先爆什么啊？葱、姜、蒜，大概这个青色的那个它的黄啊根啊啊，安迪放下去在这边爆哦。你看啊，我放大概四大匙啊，不够啊，五大匙。猪油没有了，猪油加入。爆香 ，OK， 爆一爆了，辣椒干放下去爆。哦，辣椒干安迪是洗干净了，然后把它做一个表，你看，辣椒干这个头剪掉哈，然后把它切开就可以了，籽不要，洗干净，然后把它沥干水分就搞定了 ，OK， 就是这样子做吧，辣椒干，或者你可以买现成的，有一种现成的哈。中国出的辣椒干也是，那个已经剪遍了的，剪现成了的，那个你们会很省。安弟也买过，因为我看到 offer， 快点买。你说一定要啊，你说因为赶时间，你说不得空啊。看啊，爆到金黄色这样啊，然后猪肉、虾炒一炒。不要炒熟，500ml 的高汤，倒完，你看，很漂亮耶。水滚啊，等酱油放一点点，嗯，终于完了，可以丢掉了。蚝油一大匙，啊，你这个叫一点点一大匙嘞，半茶匙也是可以的。哎呀，你随便啊，你这样丢回去就算了。等它水滚哦，盐我不敢放先，要试吃。都算试吃了。喂，甜哦，很甜哦，糖包糖一流哦。糖盐啊，糖盐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四分之一茶匙胡椒粉。哎，现在全部放完它了，烦死。腐牛啊，哎呀，刚才忘记
拿出来给它干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姑娘放下去。哎呦，安迪有点像蔓薏米一样，没有，这个味道一流，比蔓薏米好吃。然后放卓蚝鱼，卓蚝鱼的粉哦，他们知道的，这个我一讲卓蚝鱼，半茶匙一茶匙，你喜欢有味精，你们要放，没有问题的，安迪不排斥味精的。安哥罗这你看讲到几夸张了，打包外面吃食物，一定有了咯，一定有了。OK。然后你看它这个是薯粉 ，one tablespoon 的薯粉。如果你们有凤切粉，其实哦，每个香港人他们喜欢用凤切粉。凤切粉呢，就是potato starch， 就是马铃薯粉。为什么他们叫凤切粉呢？因为它的那个以前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招牌哦，就是有一个风车轮在那边，所以他们叫凤切粉。其实就是 potato starch， OK？ 它包装是怎样的？没有了，要看那个香港的啦。你现在这个呢？我这个也是马铃薯粉。哦，马铃薯粉也是可以。你们没有马铃薯粉，就用薏米粉。看看包装。没有，普通的，你们去买。普通的。嗯，一大匙啊。然后你们要黑色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加黑酱油。安哥就是要哦的啦，要黑呀、啊。黑。大火啊！哇，苍蝇来了。安地方八分之一茶匙的黑酱油。你们慢慢放，看你自己要的黑度。但是贡薄是黑的哈、哦，炒贡薄。OK， 好。那这个哪里只有八分之一，是大概有半茶匙而已。水杯太多吗？多，500ml， 不过 OK 啦，就是要吃汁汁咯，可以了。这个面放下去水滚了，水多少？如果你觉得少呢，你准备的水少呢，你可以加水。如果觉得多，开大火给它蒸发掉啊，冲。辣椒放下去点缀，哎，放完辣葱，哎，反正都不用钱，自己种。看到一些不粘锅，不粘锅比较没有什么吃水的。哦，不粘锅啊！你看我开大火干了，哎，忘记放糖。安迪没有放味精，安迪很喜欢放糖，黄糖啊，不要紧的，关火都无所谓的。然后点了吃的时候淋一汤匙猪油渣在上面，你看干了咯，嗯，很快的，好了，哎我。很美啊！干猪油渣，我的儿子最喜欢。吃的时候捞一捞啊！阿弟现在是点缀罢了啊。OK， 搞定，收到。哇，辣哦！这个辣椒干很辣，不用点辣椒。嗯，我放了大概有十条，其实不用这么多，很辣。但是你讲那个字很多嘛，刚才你看干到完了，细到完了，饭快细完了。所以500ml 的那个倒糖，大概有半碗的那个洗那个碗的那个料的时候，调料的时候，我不要讲是这样。嗯，猪油渣软了，你咬猪油渣是一流。嗯，够辣没有？嗯，阿哥很喜欢辣。不会软软的。不会软软哦。嗯。所以哦，不要烫一分钟啊，30像安迪这样算20-30就够了。嗯嗯。这样就很够味了。如果餐厅炒的话，他们不会转来传汤哦，他们直接在那个高汤的时候就这样丢下去煮了，也是更好哦。嗯。更好哦。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吗？但是我也没有试过，因为很笨了，每天这样拿来穿烫的。穿烫一下子就好。哇，很好吃，不要换。哇，咬到嘴里了，哪个又快起来？哇，很好吃。哎，我看我们两个人得吃完，对。也这么热的天。好吃哦。两个人吃吧。好吃哦，没有想到这么好吃啊、哦！那天我炒也是好吃，今天你看还是一，不是那天啊，还前几天罢了，试炒一次。我要抓准那个分量给他们呢、啊。哇，很好吃哦！哦呦，嗯，不错，很够味。那高汤的问题，嗯，高汤放进去，味道就很够。但是吃不出有灼蚝鱼的味道哦。嗯。那天我就吃得到有味道。哇！你看吃到表汗很辣，
还可以再吃，有点咸。好吃啊，很够好吃到不会讲。好了吗？不要理我，不然等下那个视频哦很长了，越来越长。安迪现在一直尽量缩短了，那个我把安迪讲很多开玩笑什么都剪剪掉了，不然太长了。哎呦，很好吃啊！呜，好吃！哎呦，真的好吃，不敢再吃了。我吃了两大碗，你刚才那个 video 啊 ，camera 还没有抓好，我就吃了一碗。嗯，这个要多吃，要少。没有啊，这样刚刚好。我那天也是这样啊，也是五百啊。好彩，安哥一讲很多水，安弟吓到一跳。好彩没有收手，每天都给安哥吓死了。哦，很好吃，可以一直吃，很多次啊。哇，你看吃到彪悍了，很辣。东坡嘛，不是彪悍。彪悍哦，你看，哦，哎，不要剪啦，就吃这么辣，多吃鸡才爽。哇，很好吃，好啦。谢谢大家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爱你们哦！好了，呼，好吃，呼。